往左边走过去一点点，左边。拿筷子的手是右手，女生转右边，对，下巴抬高，哎，老公亲到这里。你也可以转，转过来。Hello， 我说的是发文吗？哇，老公是太帅了，当时。如果你在老婆耳边说个悄悄话，跟他说三个字，啊，不要骂脏话就好了。主动一点，老婆已经快落枕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不能让过去，我会拍不到。脚，往上，哎，让他坐。我真的为了他们第一次上海盗船了。怎么样？哎，不要拍我了！哎，我也很好玩，超好玩的。我想再做两遍，好好玩啊！怎么是童年的回忆。享受一下那个风的感觉，这样子。啊！砍瓦斯，你应该没砍过。所以我是这样，不能瓦斯，镀可以在这边吗？面粉袋嘛。对对对，你有看过面粉袋？有，我看过面粉袋。哦，感觉可以玩砍不过面粉袋的男人。对，其实我刚一度以为他要把我摔下去，跟摔面粉一样。我相信他，你要相信他。过肩摔刚好，对，过肩摔。非常的成功，天气超给力，赞大成功！不要再找我去玩海盗船了，谢谢。